那是不好，艾斯出事了。不会吧，艾斯能出什么事？是真的，我看到艾斯跟以前不一样。准备粘土，大家也来捏艾斯机器人吧。杰厄迪加，你真坏，残忍地杀害了盖迪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杀害盖迪呢？是你是你就是你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。邪恶迪迦真的那么邪恶吗？看见了，我真的看见了。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天空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怪兽，不过只能看到脑袋。停止了，停止了，停止了，连着的送那口气，我的头来满意了，我心。只有至高型盖亚才能打败怪兽佐利姆。